神都群侠传是由，我跟你们讲哦，这个游戏它真的很漂亮。我们今天就来 play。摩天轮的南山处的，是一山的大山水，什么都不见得，关于我相信你就在雨落下的时马不停蹄。所以我们的坐骑都讲完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还没，BOSS 讲完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我们讲的是铃铛包子犬，这只超级可爱的。我跟你们讲哦，它这游戏真的很漂亮哦，尤其是它坐骑的部分。都很漂亮啊！啊，这边后面的样子跟它前面的样子，我非常帅，我再给你们看一次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到这边，铃铛包子犬。送行箱是什么？没有，这 boss 可以干嘛？神都它真的里面很漂亮，哎，我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下